我叫苏美玲，今年十八岁。你真的看得到我啦？鬼啊！鬼是一种能量波，是一种频率，是没有实体的。当鬼和人的频率产生共鸣的时候，人就可以看见鬼。你还想跑？你是小偷？我是小偷。不是小偷，那干嘛鬼鬼祟祟出现在我家里啊？怎么会这样？那只有一种可能性，你见鬼了。我们手上啊有全世界所有人的记录，你做过什么，犯过什么，前世是什么人，我只要按一个 and， 所有的事情几十生几十死，清清楚楚。这么厉害？嗯。那我什么时候死啊？人世间的生离死别看似没得选择，其实啊，人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为他们的命运做出了决定。限你三天之内催潘文生的魂魄，要不然休想继续留在阴间。人的灵魂不是只有21颗吗？当鬼的频率和人的频率很靠近或者相同的时候，鬼甚至可以上人的身体。今天不教训你们，我就不叫苏美玲。你小心被雷劈啊！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你啊。像他这种30多岁的男人，头不称身，身不称脚的，一头乱发，好像竹竿这样。在我心目中，他永远是那个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、用情专一、才华比样貌更出众的漫画才子。要不是经历了这段人生低潮，我根本不知道，原来我的身边有一个人在默默地为我付出。刘雨辰，我喜欢你。啊，那么努力的工作，难道没有生活，没有自己？但为什么我就高攀不起你啊？你不要太介意了，这个身高哦是天生的。我真的搞不懂啊，我到底哪一点不如你啊？至少我会让你在我面前抬不起头做人。你，我欠你的，我会还。欠我的，你也一定要还。我要报仇！我甘心当孤魂野鬼，在人间躲躲藏藏，等的就是今天。你好，真的很令人讨厌，真的很令人讨厌，真的很讨厌！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？该做的我都做了。人家都说，妈妈会把最好、最珍贵的留给自己的孩子。可是我留给他的就只有伤害，一道永远都没有办法磨灭的伤害。